昨晚在游览了霍普港小镇的镇中心之后，我们就在小镇附近驻车过夜了。这就是我们昨晚驻车的地方。清早起来，你看，停了很多很多车了。这是钓鱼发烧友。早已拖着船下水钓鱼去了。煮早餐了，日式嘅坐喺度，日式嘅。OK，今日早餐，捞一捞下边有咩嘢？哎呦，下边好多嘢，又有鸡蛋，嗱，有鸡蛋，有鸡蛋，有鸡蛋，云吞有菜，菜，饺子。好啦，咁呢个车内整个早餐一份，跟住喺呢度边在车中吃完早餐后，我们继续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Port Perry 佩里港小镇。佩里港位于多伦多市中心东北85公里，大约90分钟的车程。它位于斯卡狗湖的南端。转入这条 Water Street，我们就进入佩里港的市中心区域了。因为我们带了折叠船，所以就想看看它的码头那儿可不可以下水钓鱼。现在我们就沿着 Water Street 一路由南向北，去看看它的小码头吧。右手边我们经过的是 Scargo 纪念公共图书馆，馆内还有一个画廊，叫做 The Kent Fardell 画廊。它是1982年5月开放的，多年来它展示了本地和国际艺术家的很多作品，每年吸引超过26000名游客。现在我们一直沿着 Water Street 去到了它最北边的尽头。很不巧，今天下雨了，看来我们是钓不了鱼了。在这里，每年的冬天啊，也有很多人来这里冰钓的。这里是一个公共的船下水钓鱼的码头。正好有人出船钓鱼回来。看附近有两个比较大的停车场，给这些拖挂、下船钓鱼的人停车，还有一些可移动的厕所供大家使用。像我们的折叠船，还有一些充气船，下水以后那个车停车都是免费的。现在我们准备逛一逛它的湖滨和市中心了。
现在我们看到的 Parma Park 是以 Daniel David Parma 的名字而命名。 Parma 在佩里港长大，由于他在北美创造和推广击鼓疗法，这种替代疗法发挥的作用被公认为是北美脊椎疗法创始人。这个公园中心的小亭子非常美丽可爱，每年的夏天都会举办很多场音乐会，给小镇的居民和来访的游客带来欢歌笑语。穿过公园的草地，我们来湖边的步道走一走。你相信吗？眼前的 Scago 湖是安大略省最大的人工湖。 Scago 湖很早以前是由一条宽阔蜿蜒的河流扩展而成的。1827年在它东北的林西建造了一座大坝，是为了一家磨坊提供电力，结果整个 Scago 湖的水位增加了7英尺，使它的面积也扩大了一倍。早在19世纪早期，欧洲移民就驾驶着蒸汽船穿越 Scago 湖和 Trent 运河运输木材，奠定了这个区最初的发展。哪一只船呢？哪一只船是？这是当年往返于 Scago 湖上的蒸汽船。你看，这是1868年的一张船票，当年往返于 Port Perry 和 Lindsay 的单程票是1块钱，双程是1.5块。6月30号。即系嗰阵时嘅，嗰阵时嘅价钱啊，真贵。诶，哦，佢系讲紧而家呢栋楼啊。系啊。眼前这一栋红色的建筑物是由 George Curry 在1874年建造的佩里港谷物升降机。1875年 still stands at the waterfront, the Curry Grand Elevator。3个钟头，即系最便宜的吓，7个钟头135元。加拿大鹅在这里是受保护的动物，你看它们多可爱。佩里港风光秀丽，非常迷人。它曾多次被用作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拍摄地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96年的电影《飞离故乡》。他讲述了一对妇女决定乘飞机带领一群加拿大鹅的孤儿南下的故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由东向西沿着皇后街这条主街来逛一逛佩里港吧。
揸邊要整個味味。1917年，的确，那個燈幾靚白的，呢個一個教堂，整定1886年，1884年，哦，火燭啊，陰公，成個攤燒咗啊！是啊，你看是1884年的时候，是啊，1884年的时候就这样。哇哦。1884年，由于天气炎热，一场大火把皇后街北面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烧毁了。很庆幸的是，在这场大火中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。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建筑都是在那一场大火之后重建的。
Eduardo. Cardboard. Business Center. Mississauga's Scarco Island.市政府也非常用心，几乎在每一栋建筑物的墙上都有一幅当年重建的照片。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可以一张张的照片去看，了解这个城市的在20世纪初的样子。这栋建筑物现在是佩里港的邮局。它是在大火后于1913年重建的。这是当年重建时的照片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找，在哪一块大石头上有一片枫叶。眼前这栋红色的建筑物——佩里港谷物升降机，它是加拿大最大、最古老、最重要的木箱电梯。150年以后的今天，依然是屹立不倒，成为世代相传的海滨地标。是佩里港最引人注目和最具历史意义的建筑之一。佩里港市中心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群，形形色色的餐厅、咖啡厅、书店
艺术品店，非常有特色。挺矮呀，原住民风格的赌场就在 Scargo 岛上，距离市中心15分钟车程，虽然不大，但非常受欢迎。还有周边美丽的高尔夫球场和冬季的滑雪场，都在离佩里港市中心20分钟的车程以内，这些都使佩里港成为北美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哟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